老爷，您这又是一宿未眠呐。啊，能睡得着吗？哎，好冤啊！今天早上派人查看了，那还在流血。 方希说：“东岳通神，你现在马上到太师局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让那个新来的东岳过来给我看病。”岳兄，嘘，小点声。 怎么了？刚刚太史令让我去安侯府，说安侯身体抱恙，派我去诊治，这不笑话吗？我一个太史局的官员哪会治病啊？嗯，市里面肯定有蹊跷，所以我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稍作休息，晚点再去。那你刚才躲什么呀？我去找三皇子帮忙啊。哎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我生病了，记得吗？嗯。你去。哎，冯大人托我把这个给你。 难得冯大人托我办事啊，我一定亲自送到你手上。不知何时才能看你穿女装？不如进去看看。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平时用的东西。走了。好。哼，你果然在装病。我。 冯大人差人递话说，让你去到安侯府一趟。哎，冯大人是皇亲国戚，安侯又爵位显赫，我这小小的太史局，哪个也得罪不起哟。一会儿送女装，一会儿逼我去安侯府。冯信，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 听闻东岳大人能通神，且聪慧过人，我想已经看出其中端倪了。本府出现异象，令本侯不安，还望东岳大人为本府消灾脱困。侯爷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对趋吉避凶之事并无。什么声音啊？谁在喧哗？ 启禀侯爷，这个婢女风言风语，昨日吓坏了夫人，所以在此地受刑。我没有风言风语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这宅子的一下全都是报应。我还敢胡说八道？我没有胡说八道。拖下去处置，别耽误东岳大人办正事。是。且慢，侯爷，依我看来，若要屈凶，必先息事宁人，不可妄动干戈。 我看这婢女年纪尚小，一时口无遮拦，还请侯爷不要故意责罚她。东岳大人既然开口，这是你的福气啊，别处置她。但是还请东岳大人为本府消灾解困。侯爷，此事凶险，我想仔细勘察一番，不知可否请各位先撤出去。哦，对了，我还需要一个帮手。 不如就让这个婢女先留下吧。一切听从东岳大人安排。只要能为本府消灾脱困，你留下，但不许乱说，明白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明珠。方才多谢大人相救，我不过是动动嘴而已。
你方才说，这宅子的异象都是报应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大人，是因为我弟弟小厮就惨死在这里。那日我弟弟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茶壶，安侯大怒，下令杖责，一直打到他断气。 还把他埋在这片花圃里。从那之后，这花圃便有了异象，而我也夜夜梦到小厮求我鸣冤。大人，小厮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既然您是太史局的大人，明州求大人给小厮解冤安魂，求求您了。略备茶食，登月大人有请。 谢大人，我仔细勘察了一番，推演因果定数，终于找到了破解的方法。啊！侯爷和家人也都看到了，这异象异常凶险，所以化解起来也多需要费些力气。嗯，的确凶险。哎呀，可能有些为难侯爷。 毕竟侯爷也是千钧之躯，但是侯爷若不亲自上阵，恐怕这方法难以奏效。只要能驱凶，在所不惜。我就直说了吧，需要侯爷脱去上衣，在院中抄写经文，直至异象消失为止。 脱去上衣，在院子里，能驱凶。冯熙可是寅虎年闰二月出生，那可是千年难遇一次的八字啊！实不相瞒，此方法也为保万无一失，还有一个保险的法门，侯爷要找一个属虎闰二月、身居要职的男人，陪侯爷一起脱衣抄文。 定保万无一失。咱们这儿，属虎闰二月谁啊？侯爷要身居要职之人。啊，冯熙，冯大人，快去把冯熙叫来。是。 真的要脱衣服吗？ 才能在太史局升职，你倒好，恩将仇报。那你就好好享受吧。你要我裸身，是不是因为上次在汤池没看够呢？ 侯爷，既然你们要开始祭祀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喏，一点心意。我只是奉命来此，侯爷不必如此客气。哼哼。
一向之说，难免以讹传讹。本侯不想把此事张扬出去。你收了我的钱，咱们就是自己人。侯爷要是有如此担心，那我就厚着脸皮跟侯爷要一个人。刚刚的那个婢女明珠，侯爷把她赏赐给我如何？ 如此怜香惜玉啊！一个奴婢带走好了。多谢侯爷，今日之事，我定守口如瓶。坐下吧，我帮你擦药。 这是新生叠旧伤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回东岳大人的话，做下人的早就习惯了，哪有什么天生的下人啊？放心吧，过几日我会想办法帮你脱离奴婢身份的。你看我都忘了，男女有别。哦，这是我自制的芦荟膏，对外伤很有效。你自己擦吧，我先出去了。 哎，没想到这安侯如此心肠，这傍晚起了北风，仍不肯穿衣收笔。哎，小叔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狼狈过。看来这个东岳倒是小叔的克星嘛。如果这么轻易就被收服了，那岂不是很无趣？ 是伤口又疼了吗？已经不疼了。大人今日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拯救了我以后的生活。这份恩情，我不知道今生要如何报答。大人心胸开阔，若是日后发现明珠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人大量，原谅明珠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就是觉得，我这人不太聪明，又笨手笨脚的，怕日后得罪了大人或是给大人添了麻烦，会写诗我想多了吧？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担心。我以为呀，是为美女，这副样貌放在房里，堵心呢。他这副模样，我瞧着挺好的。赏心悦目，又不是安侯爷赏赐给你们的，若是羡慕，自己向安侯爷要人去，让开，让开，哎，真是一群好事之人。 你别听他们说的，有件衣服很适合你。嗯，其实你天生就是一副美人胚子，只是不会打扮而已。这个送给你，大人真是体贴。 你也把衣服换上吧，我带你去采买一些胭脂水粉。
前面呢有一家全京都最有名的胭脂铺店，连后宫的娘娘都定期来订货，可有名了。再往前是一家特别有名的饭店，里面最好吃的是烧鸡，有空啊我请你们吃。三位留步。冯大人，我们真是有缘啊，在京都这么繁华的街道都能遇见您。看来你我真是心有灵犀啊，连喜好都大致相同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位姑娘穿上这身华服，与我第一次在安侯府中见到大有不同，令我也心生几分爱慕。不如随我入了冯府吧。笑话，明珠姑娘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随你去冯府做什么？自然是登入豪门，百般宠爱喽。东岳大人位卑贫寒，一人自保尚且不易，何必拖累了明珠姑娘的大好前程？你怎么，舍不得吗？你好像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吧？你这个无耻之徒！明珠姑娘有手有脚的，她想要做什么，全凭她自愿。你就算威胁我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你真的舍得太史局的官职吗？你，大人，就让我跟随冯大人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明珠不值得您为我丢了官职，就让我走吧。走吧。冯熙啊，冯熙，不愧是眼光不同，自家人一定会成为京都的一段佳话。你看不出来吗？她这是墙角民女。啊！把衣服脱了。把衣服脱了。不知何时才能看你穿女装，不如进去看看。大人，府里来了客人，要如何安置啊？人就在这里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妹妹就请随我来吧。这段时间，朕听到宫外一些传闻，也不知道是捕风捉影，还是确有其事。说安侯在宅中私设祭坛，大行祭祀。你是礼部侍郎，和他多有交往，可有听闻此事？陛下，安侯曾命令微臣一同抄写经文，可臣却不知道是为了祭祀之事。安侯乃是前朝降臣，归顺我朝之后，手里一直没有实权，心里难免会有怨言。看来此事定有内情。冯熙，朕命你
朕已经命令撤查此事。是，陛下。不过，安侯是臣的上司，此事需交由大理寺经办。这样吧，朕会传手谕，让大理寺卿全力配合。谢陛下，下去吧。是。 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冯大人了？我看冯大人挺喜欢明珠的，你想想啊，明珠吃了这么多苦，最后有冯大人疼他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那我问你，冯熙他有家室吗？有是有，而且还是一段佳话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崇拜冯熙？他明明有家室，还要强抢民女。嗯，没有正妻，只有一个陪伴多年的妾室，那岂不是更不对了？陪伴他那么多年，连个名分都不给人家。哎呀，没有不给名分。 我的意思是，男人家中有妾室，这不挺正常的事吗？何况明珠也是愿意跟冯大人走的。哎，你这么不情愿，是不是对明珠姑娘动了心？想什么呢你？啊，希望冯熙可以对明珠好吧？不过以冯熙的为人，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现在安侯的风波已经过了，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 其实没有重大的活动啊，我们太史局还是挺清闲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对了，你不是说马上要举办祭天大典吗？什么时候举办祭天大典啊？我要怎么样才能参加祭天大典？哎呀，你一下问了我三个问题，我应该回答哪一个呢？哪个是冬月？大理寺要提审你，跟我走一趟。为什么要提审我？少废话，带走，走。是，你们干嘛？冬月。 走。听说安侯府上的那场祭祀，是你提议的。那么我问你，为什么要向安侯提议祭祀？这背后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阴谋？安侯府上天降异象，是因为他为人凶暴，多造杀孽所致。就在我去他府上的那一日，他还当着我的面，差点活活打死了一个婢女。 天之所向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更何况是一条人命呢？大人，若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即刻去安侯府查证。侯府的花圃之中，草木流血，亡魂无数。我说的是真是假，大人一查便知。大人，大人，冬月被大理寺抓走了。我知道之前冬月出言无状，得罪了大人。但是冬月是我在太史局唯一的好朋友，我不能置之不管。 求大人大量救救冬月吧！大理寺的手段虽然严苛了些，但若他没有触犯律法，也不至于诬陷于他。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自然会放了他。大人，你也知道大理寺严刑逼供的手段，进去的人不死也得扒层皮，我怕冬月出不来啊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去一趟大理寺倒也不是不可以。 得了，随我更衣。谢大人，我一定带他登门陪罪。帮我给冬月带句话，只要他肯低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他安然无恙。是。严大人，冯大人，这安侯祭祀之案审理出什么结果了吗？冯大人，依据冬月的供词，前些日子。 安侯府庭院突然出现了草木流血的异象，人心惶惶。只因担心是上天的报应，安侯这才求助于冬月，在冬月的提议之下，举行了这场祭祀。为谨慎起见，我还是派人去了安侯府，查证冬月所说是否属实，以防万一。 听说是有具尸体，是吗？哎呀，好像我……哎，有东西，哎，真的东西啊！是朕书。大旱三月，起源难安，木皆去尽。 朝堂不宁。看来这侯府的后院确实埋了东西，但不是冬月所说的尸体。
哎，冯大人，这目接去近是什么意思？严大人不知道吗？这陛下的名讳中带林子，这安侯分明是有谋反，这下咱们可有热闹看了。啊，依我看，安侯府草木流血之事空有蹊跷。据东岳交代。 安侯府庭院埋的乃是奴婢的尸体，怎么就偏偏那么巧就挖出了安侯谋反的证据呢？此事事关谋反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安侯谋反的罪证证据确凿，咱们可要秉公办理啊。看冯熙的反应，他是必定不会轻易放过。我只能顺势而为了。好。 那既然证据确凿，我这就派人将安侯给抓起来，将他关入大牢，再严刑拷打，看看他背后还有没有什么同党。哎，关进大牢可以，但是不能一上来就严刑拷打。如果严大人信得过冯猛的话，就让冯猛去探探口风，切勿打草惊蛇呀。啊，那就有劳冯大人了。 我不能在这坐以待毙。卢川既然说只要我肯向冯熙低头，冯熙就答应救我离开监牢，倒不如我就暂时随了他的愿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只有到了外面，我才有机会杀陆远头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。如果低了头，万一安侯真的谋逆，我岂不是白白成了安侯的从犯？大人。 东岳大人曾以捕捉七月飞雪闻名太史局，也曾警告过我靖大哥的意外身亡。不知道你这么能掐会算。 是否算得出这次的牢狱之灾呢？我没有罪，我是被冤枉的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大理寺的人已经在安侯府的花圃中挖出了谋反的铁证，严大人已经去捉拿安侯了，顺便派我来劝劝你。劝我什么？承认谋反吗？那日我在街上跟你说过，不为言之不欲，看来你没当回事儿。 冯大人是要保我。你若是我的人，我自然保你；你若不是，那么死不足惜。冯大人好手段。你向安侯透露卢川写书之事，引起安侯不满，再向安侯暗示我会驱邪避凶，逼迫我去安侯府驱凶。 搞出这场祭祀，你也不错呀，抓住机会立马整蛊安侯，还把我拉来陪绑。万一安侯回过神来找你报仇，连我也跑不掉。安侯府驱凶之事也是你散播出去了吧？冯熙，我现在甚至怀疑，我当初遇到明珠，是不是也是你刻意安排？ 既然安侯已入狱，冯大人安排的任务已完成，你们就早日启程吧。烦请替我转告大人，多谢大人帮我救出了弟弟，这份恩情今生永远铭记。小叔救你们并无所图，如今你们把该做的已经做了，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只是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东岳大人现在在哪儿？我听说他身陷囹圄，是真的吗？东岳大人他是好人。 他和安侯不一样，请大人对他手下留情。你放心吧，小叔就是想给他个下马威，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不过我答应你，改日我若是见到东岳，我会告诉他，你还惦念着他。不必了，是我对不住东岳大人在先，就让他忘了我这个人吧。你那么聪明，待在太史局真是屈才了。 要不然投靠我。
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马带你出去。卑鄙！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再过半个时辰，严大人就要来提审了。小叔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东岳就是不肯松口。我看他性格太倔，终究不能为小叔所用。留在身边也没什么用，不如杀了吧。杀！啊！我就顺嘴一说，真杀呀？不光要杀，我还要亲自杀。你跟严大人说一声，把人从大理寺给我调到礼部来。我就知道小叔你不会不管的。自作聪明。开门。是。你别声张，跟我走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给你换牢房，要是不想死，别那么说话，人不能带走。你这个严大人明明答应我的，我带走东岳的时候，他又出来阻拦，这人怎么出尔反尔？能让严禄这个酷吏唯命是从的，只有左相。当年严禄只是一个边陲小官。到如今掌管大理寺，一直是左相从中提携，看来是左相出手了。你那日被安侯责罚，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故弄玄虚劝说安侯祭祀，为的就是让人发现你事先买好的衬书，以此来诬陷安侯谋反。本案证据确凿，本官劝你还是早些认罪吧，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。这就是事实。我是为了救人才骗他开坛祭祀的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情。胡说！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告诉你，本官最擅长的，就是对付像你这样嘴硬的人。我有人证，侯府家的婢女明珠。安侯虐杀嫁奴的事情，就是他讲给我听的。人证？啊，你说的这个人证明珠已经失踪好多天了，你当然可以随便说。我看这个所谓的人证并不存在，冬月，你就别侥幸了。我告诉你，到了本官手里的犯人，还没有一个不招供。我看你这副细皮嫩肉的身板，哼，这何必非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呢？啊！我没有为了报复而诬陷安侯，更没有谋反。用刑，用大刑！是。大人，你看，我没有骗人。大人。请手下留情，东岳大人他是好人，他确实救过奴婢。大胆婢女，到公堂之上，还不下跪叩拜？民女明珠叩见大老爷。明珠，你快告诉严大人，侯府的画圃之下，到底藏了什么？啊！严大人，安侯虐杀的奴才，就是明珠的弟弟小四。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祭祀之说。东岳所言是否属实？明珠，你别怕，你把你知道的都讲给严大人听。啊！
那日东岳大人到访暗侯府，正好遇见我被管家责罚。大人为我求情，救了我，我很感激东岳大人的救命之恩。但是，奴婢的弟弟小厮如今活得很好。